反贪会大阵仗调查土团党的政党资金挪用案件，包括扣查党财政拿督沙列巴祖里。土团总秘书拿督斯里韩扎在努丁今天批评当局的政治捕猎行为，并且坚称党的账目干净合法，所以领导层不曾犯法。韩扎在努丁发文告指出，反贪会没有理由以协助调查为由严扣党财政穆罕默沙列，因为他充分配合合作，从不缺席供证。韩扎认为，当局之所以扣押穆罕默沙列，是为了施压土团党，以找出不存在的不法行为。至于对土团党供应商的调查行动，则是执政党的政治迫害。韩扎在努丁重申，穆罕默沙列守信而且正直，也确保土团党进行的采购项目符合财务程序。穆罕默沙列星期三到反贪会总部录供，随即遭严扣两天驻查。